这是重庆永川电力工人们一次常规的户外作业现场。他们要通过操控一台特殊的无人机，把附近输电线路上缠绕着的塑料垃圾清除掉。到时候再往瞄准能力再喷，等一下，可以喷了，来，点火啊，来来来，对，哦，好了，好，我再微调一下位置，已经基本上烧干净了。以往遇到这种输电线路上有异物的情况，电力工人们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去处理，而且还会对附近的居民区域暂停供电。有了可以喷火的无人机，不仅普通的空飘异物几秒钟就可以清理干净，就连马蜂窝也可以安全快速地去除掉。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这样的工作方式让电力工人的人身安全也得到了保障。我们最早就是运用无人机是从那个2015年开始的，当时的话可能前期主要是用于一些可见光的照片的拍摄，和那个我们的那个故障查找，就是相对应用功能还是比较单一的。然后到了2016、2017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巡视过程中不断碰到其他问题，比如说有那个空飘异物，然后我们就想就是说能不能用我们的无人机进行一个清除。何涛是国网重庆永川供电公司无人机作业班的巡检工程师。2016年，何涛带领同事们成功研发了喷火清障无人机，填补了当时重庆市类似功能无人机的空白。经过4年的不断完善，目前何涛的喷火清障无人机已经发展到了第4代。因为就是以前有看那个战争片嘛，不是那个有那个喷火焰喷射器嘛，它能喷出一个火焰，我们就想能不能把它安装在无人机上做一个那个火焰喷射器。设备刚做出来之前，我们也进行了测试。因为我们的线路本身是那个刚性铝角线，而且它裸露在空气中的话，它的热量传输比较快，我们一般火焰就几秒钟可能就把那个异物进行了清除，所以说我们那个短时间的那个灼烧的话，不会对我们线路造成那个影响。现在我们这一款就是矢量喷嘴的那个清障的吊舱的话，在重庆地区应该是只有我们才有，其他单位是没有的。这个那我们先把飞机装起来。在哪个？今天我们就是主要是巡视那个220千伏那个插油线的2122这个地方，我们把它飞一下。就是飞机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着飞机目视飞；如果飞机太远了，我们看不见了，我们就再看屏幕。何涛所在的永川供电公司负责着重庆西部重要的电力供应任务，其中包括了永川区、荣昌区、双桥经开区。工区面积有2702平方公里，服务人口达到了210万人。据统计，工区内输电线路一共有1607公里，这其中除了禁飞区的100多公里线路还是人工巡检，其余的1412公里线路都是由无人机班负责。巡视主要是看我们的绝缘子吊串，包括我们的导地线有没有什么缺陷，杆塔附近有没有什么就是说影响杆塔影响我们的线路运行的一些外破呀，包括自然灾害呀之类的一些情况。你来飞，你四号还是去那个21号嘛，还远，还有20多米，走。可以目视飞行，你眼睛看得到那种目视飞，应该最可靠。之前我以为那个很简单，以为就像小孩耍种玩具，其实很简单嘛。那下到自己上了手过后，就完全是两回事情了。我们必须走到中间，能够穿越过去那种，很难噻，很容易炸机噻。所以我们通过那个视频上面呢，都不好判断出来的，那个要很多的那个经验实际摸着出来才得行，只有他做到，我做不到。慢点，好像糟了，好像撞上了样了，我看看，糟了，就突穿了，遥控器信号也丢了，刚才可能是因为太近了，因为突穿，它那个突穿有时候会卡，就是说飞机已经动了，但是突向的位置还在之前的位置，所以说有时候就有可能会撞上它。重庆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让操控无人机的难度增加了不少。当无人机失去信号后，他们只能前往巡检的线路塔附近进行搜寻。在我们平常那个飞行作业过程中呢，我们的无人机还是经常会面临就是摔坏的一些风险，大部分都是因为可能是一些操作不当啊，或者是因为在外部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嘛，包括一些电磁干扰啊，包括我们突然的一阵大风呀，或者平时我们离导线过近的话，会接触到我们的导线或者铁塔，这样会发生一些撞击。因为很多经验还不足嘛，因为通过不断的就是摔飞机，因为我们圈内有一句话就是说技术都是炸出来的，就是摔出来的。镜头还没找，云台也没找，嘿嘿，基本上没啥损失的。运气好啊，运气还可以。
2015年之前的话，我是在我们那个机关的发展策划部工作，主要负责一些计划呀、统计啊，包括同业对标方面的一些机关工作。然后201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就听我们这边运检部的那个领导说，我们公司会配备无人机，会把无人机用来就是说在我们书店巡检中进行一些尝试。因为那个时候之前我已经玩了差不多7-8年的那个航空模型了，就是对无人机这一块也有所涉及吧，也了解，我就非常想就是说来飞一下这个无人机。2015年得知无人机作业班开始筹备，何涛毅然选择了离开机关岗位来到一线工作。正是这个选择让他把自己多年研究航模飞行器的爱好真正和工作结合到了一起。就我们玩航模的话，我们有一款那个就是象征的战斗机，它那个尾喷就是一个矢量的尾喷，就是说可以单独的控制方向，所以说我就把那个就是应用到我们这个喷火喷头上面来。所以说第四代我们是可以单独控制我们喷头的一个上下左右的一个转动。对于无人机的钻研，无论在同事还是家人眼中，何涛都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在他的家中专门有一个工作间，组装各种飞行器的零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从小学的时候吧，经常喜欢拿一些什么螺丝刀呀、拆家里的东西，什么电视啊、冰箱啊、洗衣机啊，以前家里有的那些东西我都拆过。所以说小时候家里人也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就叫我们当地的语言就叫包拯烂，就是说什么东西到我手里来了可能都会把它搞破坏，把它拆掉。到了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就是有一次我家里那个洗衣机坏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会用万用表，已经会测试就是电容是不是好的。那个时候我就发现电容坏了，然后我花了5块钱到那个修理部买了一个电容换上之后，洗衣机就好了。那个时候我爸就特别高兴，奖励了我15块。大学学的那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就是和我现在的工作也比较对口的。第一个那个遥控直升机应该是我妻子给我买，飞了可能几次就摔坏了，然后我就想就其他东西我都能修，这个玩具我还修不好它嘛，然后我就修，这样慢慢就是爱上了航模这个东西。他还一直说我是我让他入的模，因为他们那个航模嘛，然后有就是进入航模那个行业有一个词叫入模。然后他是因为我在他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送了他一个那个航模的那个只能叫玩具，当时还不是真正的航空模型。何涛常说，在妻子的影响下，自己动手拆东西的本领找到了适合的发展方向。不过随着孩子的出生，在家庭和工作爱好之间，何涛和妻子也有过矛盾。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扎在工作间里面，然后我看不到人的那种感觉，就是推门进去看的话知道他在，然后有时候出去买个零件什么的可能也没想着跟我们说一声，哎，人就不见了，就这种状态。就有一次他答应了我小孩，就说要带他出去玩，就突然之间又收了一个那个航模的一个配件，又到货了嘛，然后收了之后就很想去倒腾他那些东西，然后我小孩就在旁边就是叫爸爸出去玩啊那些，然后他都不理他，然后不理他，因为做事情很专注嘛，不喜欢被别人打扰那种，都有点生气嘛，就是那一会儿然后吵得比较凶。他明明知道自己心里错了，但是他不会去承认。2014年的夏天认识他的，然后我们就在何涛的领导下成立这个允川航模协会，在航模圈子已经算大神级的了，飞行技术好，制作技术也好，他长期比如说他想出来一个什么机型了、对我们孩子这些有帮助的，他就做出来送给我们，让我们带着孩子培养第二代也一起飞。虽然有过争吵，但何涛的妻子对他的爱好和工作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尤其是看到孩子跟着何涛一起研究航模的时候。虽然他这么执着，对家庭的照顾也少，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可以把兴趣爱好放在工作里边去挺好的。我也希望我的小孩以后长大之后可以把自己的一个爱好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也像他爸爸一样，这样的话人生更有乐趣。从2015年开始，来到无人机作业班的新同事们都在何涛的帮助下顺利通过了无人机驾驶执照考试。现在班上的无人机飞手已经达到了14人。2019年，凭借着在工作中的贡献以及多项技术发明的成绩，
何涛获得了重庆市总工会颁发的鲅鱼工匠称号。刚到班组的时候，无人机刚到的时候，可能班上那些老员工觉得这个，哎，你这个小娃儿的玩具拿来有啥子用了？干得到啥子事情了？还是要我们人工去才得行。就是有这样，会老员工会有这样的想法。应该说他们有转变，应该就是有几次那个故障查找，就是说线路被雷击跳闸以后，工作人员就得去找那个雷击点。如果像以前的话，就是说我们全班上的人员分成很多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就是登几级那个杆塔，就是人得上登到塔上面去看寻找那个就是放电痕迹。那个是以前的话就比较辛苦，比如说一天可能一个人就是说要登个四五级那个铁塔，因为有时候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定位不准的话，一天可能还找不出那个故障点，第二天还得继续爬。我们就带着无人机跟我们的老工人一块儿去，好像那个快到那个塔了，好像。输电检修班的班长苏成刚是教何涛线路检修的老师。工作以来，苏成刚每天都要靠着爬山、爬铁塔巡检线路。一开始和无人机班共同查找故障点的时候，苏成刚和许多老员工一样，对无人机巡检结果并不看好。不过，当看到何涛和无人机班同事们相互配合、高效率地完成了排查任务后，苏成刚对无人机巡检有了新的看法。飞机到了过后啊，查找故障啊，哎，我们在地面上都能把它清楚地观察到杆塔上的那个雷击点，都降低了人员的一个劳动强度和安全风险。现在班组啊都是人员分工，飞机都对野外的一个巡检，人呢都对那个禁飞区的一个巡检。我觉得那种配合啊还是非常的合理，科学。因为人工巡视它的一些短板发现不了，无人机现在查找缺陷是以前的八倍以上，在缺陷的查找这一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刚到我们的那个输电检修班的时候，因为无人机还没到嘛，我就跟着我们的老工人一起开展那个人工巡视。杆塔建起以后呢，就是当初的一些施工便道可能已经荒废了，就全程都没有路，全是很深的那个灌木丛啊或者荆棘林啊。我们就带着那个砍刀，然后一路一边开路一边就是在草丛里面钻嘛，特别的辛苦，而且周围有蚊虫呀，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有时候还有蛇呀，这些东西，觉得就是说每个行业都还是有它的一些难处吧，都有特别不容易的一些工种吧。所以说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无人机或者其他的一些技术手段，能够就是减轻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劳动强度，提高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就是说在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也能保障大家的一个人身安全，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吧。